身体，孩子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，身在天上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比较晚是否想笑离世，你不被满意，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反正心依靠他，你比重新的你。每个祷告声都垂听，千万别放弃，thank you.
太平。